My love was as cruel as 今天新总监到，我先去帮个忙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妈，不好意思，要。妈，怎么了？我在电梯里呢。你看，你有没有睡意啊？昨天晚上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呀。我电梯里没有信号了，我先挂了。姚总好。 不好意思啊，先生。先生，您等一下。先生，刚刚不好意思啊，我这里有去渍笔，涂上以后污渍就没有了，我帮您涂吧。一会儿应该就好了。谢谢。小费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欢迎您光临波提切利酒店，祝您入住愉快。在这工作几年了？7年了。7年的工作经验，你拿一个自己烤的蛋糕。 就这么放在商务会议桌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客人介不介意？是我的问题。好，宣誓不吧，走人。姚总，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？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解释？那蛋糕是别人帮你摆上桌的，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不值得同情。在我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，既然你想当烂好人，我成全你。 等我拿到新安岭以后，我就回总部，这里交给你，最多一年时间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从这开始。姚总，跟踪我。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向您开口自陈的机会。乐山家居太子新加量的女朋友叫我的上班，叫麦晨欢。确定吗？现在完全。姚总，我能不能耽误您10分钟？ 我时间宝贵，没空听哲学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从今天开始，张总让我给姚总开车。爸爸，姚总是我的上司。1小时之内，我要到松江。哎呀，现在正好是高峰时间。姚总，我有办法能让您1个小时就到达松江。姚总，我们比预计早到了15分钟。 以及我原本的，再给你个机会。明天会有客人来找我谈合作，但我不方便见他。新总您好，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晨欢。哦，麦小姐，你好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，这是我的儿子新佳亮。佳亮，你们认识？这是我女朋友。只要她和新佳亮关系在，这个人就能用。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。 新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，我今天第一天知道。没那么严重，谈恋爱是你的私事，况且今天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关于你的工作，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了。奶奶，嗯，这新安岭花园还是这么美丽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你。其实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住养老院？ 我和老麦半路结婚，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，这很正常。但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，我老喜欢她了。听说她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，她叫麦晨欢。奶奶，我在公司有留意她，她挺努力的姑娘，我们合作挺愉快的。姚总，怎么要不要表示一下？晨欢。 姚总他，酒量不行。哦，姚总不行啊？那既然这样，咱俩喝吧。来来，谁说我不行？我就说他不行吧。我去给他洗个毛巾啊。您昨天休息的还好吧？ 何总，杨敏，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日常问候一下领导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，结果不是挺好的吗？戒指很漂亮，恭喜！谢谢姚总。我不想把我的婚礼弄得像跳槽市场一样。 新佳亮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钱人是人，没钱人是跳蚤，对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
门当户对的意思。我麦承欢从来没有想过嫁入豪门，况且今天这顿饭是你们邀请我们来的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可以不来，既然来了为什么要说这些侮辱人的话和戴着有色眼睛看人呢？跟我们新家来往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但是你们家请来的客人不知道会不会不自在啊。我想今天这顿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这饭我们可以不吃，这婚我们也可以不结。妈，你看到了吧，人家就根本不待见咱们新家。我也不是让你吃饭的，走老白。阿姨阿姨，走回家。好乞丐，一会儿我们再说。佳亮，你跟陈欢的事儿还是再考虑考虑。奶奶，妈妈你又干什么了？你妈妈打了我的亲孙子。亲孙子？哎，姚总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姚志明，是奶奶的孙子。你和奶奶的关系特别好？当然好了，她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可是你们都没有血缘关系啊。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才能关系好吗？那以后周六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看奶奶吧。好啊，越喝越好喝。这婚事不成也许是件好事，依我看新家配不上她。其实新家这样的家庭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只有厨房和花园，不会有别的地方。从头到尾您一直在利用我，破例提拔我成为招标会的负责人，让新家放松警惕，你好想办法找到回扣的证据。 Mr. Dennis， 你不想说点什么？那就是除掉 Dennis， 我不过是你尹新家和 Dennis 入局的一个棋子。不然你教我怎么做好了？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，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，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？我只是以为你之前在工作上对我的重用跟期待都是真的，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。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，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。投标的事情是个意外，他是被陷害的。标底是你透露的吧？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。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，鬼迷心窍。无忧被开除，交给警方处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姚总，我申请调职。你想调去哪？离你越远越好。好。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。但姚总的意思，你是在帮陈欢了？正好让他积累积累，弹簧压得越低，跳得越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搬过来，不行吗？姚志明，之前的事情我不想提了。我既然现在来到了公寓，我就会踏实工作，从头再来。至于你，我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妈一大早去新家了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妈妈，咱们先回家。你们趁我不在逼着我女儿跟佳亮签什么婚前协议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妈妈，佳亮，妈妈，佳亮，我来说呀，好不好？究竟让我来处理好不好？我们先回家。你叫不叫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，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家人。你们可以看不起，你们可以轻视我，但是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家人，不能侮辱我的妈妈。新家亮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到此为止，我麦承欢跟你们新家也再无瓜葛。妈妈回家。家亮就过来了。哎呀，他挺可怜的，你们好好再聊聊吧。啊，我累了，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。这不是欢欢和佳亮吗？怎么了？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放过彼此吧，我们就到这儿吧。佳亮，姐姐。
奶奶要是遇到这样的人，我的态度是说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都怪。疼过了，哭过了，爬起来不就好了吗？陈欢失恋，心情不好，你也好久没去旅游了。恰好悦达在上海周边有个新开发的项目，也是老式建筑改造，我带你们去走走，散散心。奶奶还在等我。什么？什么？姚志明，你怎么了？姚志明！哎，姚志明！姚志明！醒了。你这是肾结石了，我去叫点医生啊。没事，不用。陈欢，投标的事，对不起。一个人吃宵夜无聊，想着你应该还在加班，就来了。信纸上有珠宝俏的事，你别插手。你要脸东西供给我爸，我打你了，麦成欢！麦成欢，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。行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麦成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他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，我不认识你，跟我们家过不去，今天跟你没完。是麦成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，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？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麦成欢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秦佳丽，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，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，不是让你来羞辱的。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。还有，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不想跟他们新家有任何关系了。还笑了出来。麦成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，爸爸承他的情。在楼下看到那个布置订婚现场的是谁吗？是辛家亮跟麦成欢。妈妈、到底怎么回事？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幸福。只要你高兴， 你怎么生气怎么怪妈妈，妈妈都心甘情愿。欢迎我们的新娘麦成欢女士。我要郑重且遗憾地告诉大家，我与辛家亮先生已经分手了，造成今天这场乌龙并非我所愿。我还是想跟大家郑重地说一句对不起。我答不答应离婚，跟谁订婚，那是我考虑的事情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我。麦小花，你今天赶走了，你赶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我麦成欢如今再也不想做这个洋娃娃了。我只是这一次对我妈妈太失望了。还好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早该搬走了。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，你过渡一下？不用了，心意领了。我去奶奶那儿，我妈妈记得奶奶，她不敢去闹的。不是，你干嘛姚志明？你干嘛偷拍我？给我删了。真挺可爱的，给我删掉。绝对不是丑照，你相信我吧，很可爱。我这里呢也有你可爱的照片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男人要谦虚一些，懂什么是谦虚吗？不懂。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，虽然我的婚事黄了，跟我妈妈也闹掰了，但是有闺蜜陪着我，还有奶奶在身边，我也挺开心的。
好，姚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很久了，这个世界上除了黑色西装还有其他的衣服，你应该有一些新的尝试。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，姚志明？怎么，不是你说我永远都在穿西装吗？等一下，姚志明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？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，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，我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？奶奶，奶奶，医生说是心脏机能衰退。奶奶问我，是不是对心安理志在必得？他生病住院，我要是还想着心安理，这合适吗？我还是个人吗？如果这一切用奶奶的健康来换，那我就放弃，因为不值得。老太太住院，这节骨眼上，突然把房子让给赖家去住，你给我缠一身新的皮袍，到时候美美的出院，岂不是好？这个没问题。生老病死，爱而不得。人这一辈子长着呢。奶奶，旗袍做好了。我给您带了舞蹈鞋。这棵树怎么样？现在都长这么高了。奶奶跟你告别了，奶奶该走了。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但从今以后，从今以后，奶奶也会一直陪着我们的，她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只要我们经常想起她，奶奶就会时刻存在着。你方不方便来看看我老板啊？他最近已经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了半个多月了。这么乱，我帮你说一下吧。不用了，就让他这样吧。别用工作麻痹自己了。还有，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。让我们开始吧。这份遗嘱是由陈淑珍女士本人亲自拟定。陈淑珍女士名下，建华西路1100弄9号花园洋房，含阁楼阳台花园产权，交由姚志明先生继承。陈淑珍女士名下，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，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。为陈淑珍女士名下所独立持有的产业，产权交由金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，为期10年，10年届满后，产权过户到麦成欢女士名下，归麦成欢女士所有。一开始回国就是为了心安理事吗？上次去山里旅行，你也是为了说服奶奶把心安理交给你管理。你生活上对我的关心，工作上对我的指导，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是为了在奶奶那里表现好，把心安理给你？开始是，后来不是。心安理和麦成欢都是奶奶托付给我的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伤害他。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说谢谢的，谢谢跟对不起必须要当面说。那如果喜欢一个人也要当面表达吗？当然要了，如果不说的话，万一两个人错过了怎么办？我喜欢你。开玩笑这么认真。姚志明他说他喜欢我。姚总今天搬回来住呀？这房子是姚志明的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。不是的，欢欢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
我是要搬回来住，但是我没有让叔叔阿姨搬出去的意思。这老洋房房间多，你们随便住，住多久都行，没关系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麦承欢，我将遵从陈淑珍女士的遗嘱，正式接管新安里。新安里的资金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你能不能跟爸妈商量一下，看看买房的事情能不能往后延一延？今天是姚志明开车接爸妈回家的，还让爸妈先安心住下。今天谢谢你，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？明天陪我一起去钓鱼。陪你钓鱼？还有这本书是送给你的。明天早上九点来接你。哦，那走吧。宏辉，爸。哎，姐。小小你也在？哎，我陪爸爸钓鱼啊。哦，不会妈妈也来了吧？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？今天我们一家三口给你钓。姐，你今天话那么少，关你啥事儿？你饿了？饿了。小宝，你去帮爸爸生炭吧。姐，我还一条子痘痘。你去吧，我觉得你真的得去了。对，我得去了，反正就跑。心无旁骛才能钓上大鱼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心无旁骛啊？你要是这次是真的回来了，他不会再走了。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你回来就更热闹了。你不觉得吵吗？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，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。以前我欠你也挺多的，你欠我一次，我欠你一次，我就分不开了。方达，我也看不上你。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跟我有关系了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，跟上次一样在开玩笑。这次是认真的，做我女朋友。怎么能证明你是认真的？姚志明，你可真怂啊。舍不得你，亲我一下。你倒是给我一个浪漫约会的机会啊！每天心里全是工作，太把破釜沉舟了，弄得现在我的世界里全是你。以后还是少上网吧，我觉得你本来的样子也很好了。我忙到这么晚啊？你一直在这等我。妈妈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以后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来了？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，我都快要疯了。我知道了。姚志明，我刚跟我妈又吵架了，我刚刚说的话呢其实也有点过分，我妈有点伤心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？我也不是讨厌你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你沟通？因为我好害怕你再给我一巴掌，那一巴掌我现在都是阴影，你打到了我的心上，打得我好疼好疼。欢欢，妈妈这一次也不会忘记他打在你的脸上，躺在妈妈的心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怎么这么糟糕呢？我呢早想跟你去承认错误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对不起，我很爱你的妈妈，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找到我们的平安点，我可以好好去相处，我就让你给我信任跟空间，我想让你相信我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志明，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。傻瓜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地球没有你不会爆炸的，但我没有你。儿子，
你不认识爸爸了？我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你。我一出来我就到处打听你在哪儿。我不是你儿子。你要干嘛？志明，志明，你干啥呀你？再见。你别拽我呀你！回去吧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落脚点。你要是不把心安理还给志明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既然您现在没有地方落脚，那我给您开一个房间，您先住。放上你的行李，马上离开心安理。别赶我走啊！没事吧？他是你爸爸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别吵起来。他不是我爸爸，他不配。姚志明，姚志明，姚志明，你出来！也不开心了，别丧着个脸了，要一个。哎呀，姚志明，你笑一个嘛，给个机会嘛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姚总啊？姚总也是朋友，又是房东。你跟欢欢，你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？你跟他表白之前应该都想好了吧？麦叔，我对他绝对的真心。我说老丈人接受行啊，你姚总教育挺快嘛。你女儿和我儿子天作之合，蜜里调油，他们好上了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爱陈欢，也让我真正成为你们的家人。志明是一个面冷心软的人，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好相处，可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柔软，很善良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每天都觉得好开心，好幸福。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，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？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的改，好好的过。做那么多坏事，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？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，想要靠近他，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。那就吃顿饭呗，又不会少块肉。杨凤，志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儿子，你不要叫我儿子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？就是成为你儿子。志明，别再说他了，我们先解决正事儿，去找张佩生。张佩生女士，我们怀疑你教唆破坏他人财物。今天是你爸帮我们找到那个破坏的人，你误会他了，他也是被张佩生利用了。我打算一会当面跟他道个歉。是姚仁富的家属吗？不，警察同志，我不是。伤者伤势很重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这是死者的遗物，暂且。志明，志明，你别吓我，志明，志明。家属，请稍等一下，还有一些手续要办。志明，我在门外一直陪着你。明明，明明开门。没声音啊，会不会出事儿啊？哦对，王刚。明明啊，你还好吧？阿姨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过日子呀。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的，老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担心你的。直到我遇见了陈欢，他让我的世界里多了不一样的色彩，让我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。生日快乐，志明。我妈说了，给你过了生日，你吃了她的长寿面，以后你就是她的儿子了。志明，只要你愿意，
我家就是你家。人的这一辈子呢，有很多的遗憾，有的人会来，有的人会走。只要证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扛过最难熬的日子。既然今天我们家人吃饭，那我也说个好消息吧，十大特色酒店的评选我们兴安里选上了。我也说一个好消息吧，我升华东区总裁。太棒了杨总、啊、一个一个都发展的那么好，那么有成就。从检查结果来看呢，你的肺部有块阴影，我们初步怀疑是肿瘤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呀、啊？回来了老婆，您看见我妈妈了吗？你妈身体出了那么大的问题，我竟然没发现。刚刚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是去了安徽，妈妈可能回老房子了。妈妈你在里面吗？我是欢欢啊。妈妈杨婉玉，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。我想自己一个人静静。薇姐，妈妈报告拿到了，显示肺部上有块肿瘤。我一定要把我妈妈带回去，带她回去治病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妈妈不怕，我在呢。妈妈她现在呢心态上没有做好要治疗的准备，我们更应该给她打打气，给她生活的勇气还有希望。我们可以帮妈妈完成她年轻时候的遗憾，也许这样可以重燃她对生的希望。志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。守护你的家？那不也是我的家吗？我愿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的。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，让我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家，什么是温暖。怎么了妈妈？我没事儿了。医生说上次开刀开得很干净，一点事都没有了，再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。吓死我了刚刚。你俩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？我时刻准备着的呀。志明的这个态度必须点个赞啊。来举杯，来吧，来，大家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